为什么不能这样子调整大小声？这不是基本的吗？好吧，算了。最近去大学面试，应该跟工作面试差不多吧？谁？你说你啊？大学面试跟工作面试其实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差不多。差在一个有钱，一个没钱的。对不起。It's good to see you again, Lieutenant. Good to see you. Greetings. Hank, in my office. 为什么他长那么像 L4D2 里面那个黑人？你们觉得很像啊？L4D2 的那个黑人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教练。哇，好听，好听。哦，莫名其妙听到什么黑死病骑士？这可以干嘛？Yeah！我记得我们的路线好像是我们的那个仿生黑人没有成功的解救他，他挂了。我觉得这应该会走向不好的结局啊。不过我也没办法啦，世事难预料嘛，就让他去吧。之后我自己再二周目就好了。机器接虎的三大法则，不想看，我看到书会睡着。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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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黑一定会死，真的假的？哎，反正呢，我们来看一下老头有没有达到完美结局，三个人都存活。我记得这个网络上已经有人破关啦，已经有人三个人都存活啦。我们办法让三个人都存活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Black Parade，爆破兵不是啊？就 L4D2 里面不是有一个黑人教练吗？你不觉得里面那个队长长官很像他吗？就是灵眼是不是？Fucking Nano！抱歉哦，我现在稍微乱逛一下，熟悉一下环境。老皮让三个人都活下来了，全长十几个小时，干嘛那么辛苦哦？哇，冲十几个小时，快要看到哭，真的假的？是有这么的悲壮吗？看到哭出来。去看看汉克，走呗。我才刚开始播而已哦，没有很久了。啊，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哎，汉克嘞？汉克不是被叫进去啊？汉克人嘞？然后汉克在那里。哎呀，这个是谁？胡子警官。我们要去理解他。I get the impression my presence causes you some inconvenience, Lieutenant. I'd like you to know I'm very sorry about that. 搭档，正面回应。In any case, I'd like you to know I'm very happy to be working with you. I'm sure we'll make a great team. 位置，搭档。Now that we're partners, it would be great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我要说服这个胡子大叔。Is there a desk anywhere I could use? No one's using that one. 可恶，我有一个条件没有解锁。咋，仿生人长得好像苏菲亚？苏菲亚不是护垫吗？我怎么突然想到女生的卫浴用品啊？苏菲亚。音乐。Do you listen to Knights of the Black Death? I really like that music. It's full of energy. You listen to heavy metal? Well, I don't really listen to music as such. 开一下这个话题，看会不会有共识。哦，好感度上升，嘿嘿嘿嘿嘿。然后呢？服了。Have you known Captain Fowler for long? Yeah.
Too long. Too long. 因为他曾经是担任 L4D2 的教练。I was wondering, do you always arrive at the office at this time? 攻略攻略，我要攻略大叔。I arrive when I arrive. Stop busting my balls, okay? 可恶，这个大叔超级难攻破的，可惜了。If you have any files on deviants, I'd like to take a look at them. Terminal's on your desk. Knock yourself out.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叔的发型不要弄得像流浪汉，其实我觉得应该蛮帅的吧，对不对？我是这么觉得啊。哦，这么多失踪案件啊，这个是警察。办案日期，警局哦，他不是警察。提到案件失踪，格登·卢佩兹，被害人。哦，我们的安德森副队长承接这个案件。我会帮他们解这个啊，涉案仿生人，申诉人通报他像平常一样将仿生人留在家，自己去上班，回家后发现仿生人不见踪影，公寓也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离家出走了。然后这个嘞，嫌犯，这个怎么长得好像是卡拉那边的啊？提到案件攻击。也是我们，也是副，就是全部都是副队长的、啊，查尔斯·贝尔。申诉人遭什么 AB500234777821 型仿生人攻击？斯库大道82号便利热狗连锁餐厅担任服务生。申诉人声称，仿生人在吴玉锦猛扑并企图勒死他后逃离现场。目前该仿生人正在逃生。女黑人莎拉·康尔沃，有点难念，不好念。申诉人声称遭他的 AP700 攻击，又一个逃走。哦，这是怎样？这个妹子还蛮正的吧？失踪被害人弗洛伊德，缅甸原地总会的这个经理通报一台性爱仿生人失踪。干这个性爱仿生人，性爱仿生人，老头，你的后脑勺是不是也有摔子？摔子是什么东西？这些资料要记着，后面会让你觉得很奇妙，真的假的？好，反正呢，就是一个性爱仿生人，你们最喜欢的啊，观众，你们是不是很喜欢这个啊？是不是要买一台回家啊？就算你一个月22K，也要努力存钱买一台回家啊。我很了解你们，对不对？女的就买男的，男的就买女的啊。该仿生人伴随一位顾客回家之后就失踪了，没有回月总会。243 files. First dates back 9 months. It all started in Detroit and quickly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An AX400 is reported to have assaulted a man last night. 攻击一名人类。That could be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our investigation. 这样我可以随意去调查吗？还是要跟着他怎么走这样子啊？专业理解。I understand you're facing personal issues, Lieutenant. But you need to move past them. And hey, don't talk to me like you know me. I'm not your friend, and I don't need your advice, okay? 我们的搭档不好了，退出调查，坚定。I've been assigned this mission, Lieutenant. Hey, I didn't come here to wait until you feel like working. Lab report says that. 打架打架 ！Listen, asshole. 他生气了。Listen to me. I throw the lot of you in a dumpster and set a match to it. So stop pissing me off. Things are gonna get nasty. 他生气了。Lieutenant,
Sorry to disturb you. I have some information on the AX-400 that attacked the guy last night. It's been seen in the Ravendale district. I'm on it. 好感度下降，无法攻略了。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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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克掌握了线索。如果你慢慢看，会看到上面有马库斯跟卡拉的，真的吗？我刚刚以为那样就没了哎、欸，因为他刚刚叫我全部都那个什么，全部都看完一遍，然后叫我按框框，叫我按正方形。对啊，叫我按正方形啊，然后我就按了。仿生人把头旁边的原型拆掉会有自我意识吗？还是要别的原因？我不知道哎、欸。可是马库斯他把那个晶片给拆掉之后，他可以自动活动哎、欸，超屌的，完全没被受控哎、欸。卡拉醒来了，卡拉鸡腿堡。守护爱丽丝，重新生活。阿斯，魔控生态园区，连动物也要仿生。美国人平均寿命为91岁，全球0.4%人口掌握94%的财富。我的天哪、啊，动物也要仿生有什么意义啊？首座仿生动物园开幕。不是啊，重点是这些仿生，它会有它的情感意识吗？就跟人跟我们人类仿生一样吗？我觉得这个太不真实了吧，有点牵强哎，我觉得。加拿大维特禁止仿生人，他们觉得这样子是不行的。所以说，有一些国家是没有办法使用仿生人，就对了。那这样子，他们这仿生人又不能生育。那个圈圈是用来确认仿生人状态用的吧？我猜，或许吧。可是那时候马库斯把它拔下来呢，这是意味着他解放了吗？他不再受控制了，这样子。反正我们等一下玩到后面就知道了啊，我们就知道马库斯变成什么样子了，可能变成魔王了吧。哦，感谢那个什么000 Money， 感谢你，阿里嘎多，5港币，谢谢。这什么？这可以打电动吗？好像打一下电动啊，游戏中的游戏。哦，哦，变装，要美少女战士了吗？也是啊，我不能这一身衣服，然后去外面嘛，会被人家认成仿生人，对不对？我是要伪装成人类，反正我就流浪了嘛。有仿生光头哥哥吗？你想看吗？你去问光头哥哥，看他要不要帮你用。光头哥哥，嘿、欸、嘿，找寻找红心 A 吗？这里过不去，然后。我找看一下有没有衣服，他说要变装。哟，是不是啊？他这衣服只有一套可以换吗？可不可以换比基尼啊？抱歉啊。有仿生人同捆包哦，有仿生人同捆包哦。哇，我这样穿还蛮帅的嘛，好像克雷尔啊、哦！我要剪头发，哇，我好正哦！我
我记得这个 PS4 好像有出仿是那个变人的同捆包，好像有啦。啊，你们可以就是去买同捆组。不过是不是 Pro 的我就不知道啦，有可能是 mini 版的。剪头发要去哪里剪啊？浴室。剪剪剪。呀，有一只手在里面。Oh my god！ 等一下，在里面。哎呀，好恐怖啊！这是手哎、欸，我敢确定那是手。有人哦，他死掉了，死在里面了。剪，又是一个凶杀案。哦，我为他剪他自己耳朵，吓我一跳。哎，这些仿生的头发是不是真的是那个人类的头发、啊，还是就只是一般的毛之类的？哇，这样清爽多了。哦，蓝发，白色还蛮帅的啊。看会自己变颜色哦。呜，哎，有没有觉得白色好不好看？金色，金色。哦，它可以这样自动换颜色，死可以呢。我觉得白色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巫师三里面那个女的是谁啊？我忘记了，好久没玩了。我决定我要白色，就这么决定了。酷，不要，我要白色。我都可以把它拿掉。奇怪，为什么他们都知道这可以拿掉啊？哦，感觉有点痛。C 里，对，是 C 里，没有错。失败，再拔一次。这个声音好恶心哦 ！Oh my god！ 这样大家就以为我是人类了。大家好，我是 Cili。欸，我真的好想看里面。欸，可以开了，可以开了 ，Yeah！ 噔！哎呦，要死我！干，你们要做噩梦了吧？你们，这是男的还是女的、啊？这个好像男生啊！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看这一段，嘿嘿嘿。来不及了！哎，这样子大家都可以变成真的人类的样子。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这四个游戏里面，大概过没多久，八成的人全部都变仿生人了，都伪装成人类，有没有？What are you gonna do with that? I have no idea. 我要调查到我们这边来了。汉克中立。It took the first bus that came along and stayed at the end of the line. Its decision wasn't planned. It was driven by fear. Androids don't feel fear. Deviants do. They get overwhelmed by their emotions and make irrational decisions. All right, well, that still doesn't tell us where it went. It didn't have a plan, and it had nowhere to go.他们要来找我了，自己找自己。Maybe. 啊，等一下会有一连串 QTE 啊，我西啊哇！我操 ！Ralph found this to feed the little girl. It's good for her. A present. Oh my god! To make up for past misunderstandings. 疯子，疯子。Ralph will cook. We will do just. 那个是老鼠吗？那个 Humans like Bert. 是老鼠吗？也太肥了吧！坐下。That's better. Ralph went to a lot of trouble to find something for the little girl to eat. It wouldn't be polite for her to refuse.
他手上拿刀真的超可怕的，很危险的这个家伙。他煮肉给我们吃。Succulent, you see, succulent, succulent. 那他们又不能吃，仿生人又不能吃肉。Please, Carl, I don't want to eat that. What did she say? What did she say? 说实话。She said she doesn't want to eat it. 爱丽丝好友度下降。Maybe she's used to better things, but Ralph did this for her, so she's going to eat. 哦，他异常了。Go ahead, eat. 哇，他叫吃大老鼠。凶真小。我要阻止他。询问尸体。I saw the body upstairs. You killed that human, didn't you? No. No, he was like that when Ralph found him. 他说不是他杀的。坚持他杀人。You killed that man, Ralph. There's no point in lying.You hate humans, but you're just like them. You're a murderer. Ralph didn't mean any harm. No. It's just that Ralph can't control his anger. When his anger comes, 只要一生气就抓狂。Ralph doesn't know what he's doing. He becomes stupid. 就异常啊。For hatred.I'm sorry. He just wanted to be your friend. Then let us go. Anybody home? 哦，死定了，开干了。哦， There's blue blood on the 我已经嗅到 QTE 了，完蛋了。Another android was here.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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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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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个有精神病吗？他应该是异常的啊，仿生人异常。我们直接直击这个门吧，直接从这里开好了。要被突袭了，哦，还被丢到这边来，扫描仿生人。哦，这是那个失踪的园丁。燃烧的痕迹，永久皮肤伤害，被烧伤。他说什么？软体不稳定，自我摧毁中等，压力指数。I'm not gonna hurt you. 不要给他压力就好了，你给他压力，等下就暴走了。剪断工具。欸，靠近他，他会上升压力值，欸，而且还不能靠近他，是不是？仿生人不进食，食物。检查一下下，哇！那全部都写满 RA9 这个标记啊，不知道是什么指令之类的。There's blue blood on the fence. I know another android was here. Ralph scratched himself coming through. That's Ralph's blood.
还要继续追问吗？我就再追问下去，他起笑哦。I'm looking for an AX400. Have you seen it? Ralph seen nobody. Left 没有看见。Are there any other androids here? Other androids? No. 避而不答，我们要去二楼了哦。擦水表。Is anyone upstairs? No. Nobody. No. 仿生人没说谎。他怎么可以这么确定仿生人没说谎 ？Connor, what the hell you doing in there? Coming, Lieutenant. 可是我还是执意想要上去呢。找不到啦。那扇门打开什么也没有，他们应该是逃出去的吧？我觉得。有没有办法再问多问他点什么啊？找出来源。餐桌壁炉，那台电动可以看有屁用啊！但是桌上有三份，哦，一定是有人。继续问可能要爆气，可是我没有问题要问他啦，他完全不鸟我欸。等一下，我们再进去一次，这可以再进去吗？不行了，楼梯旁边。晚餐好吃吗？还不错。哦，这个没看到，我要被发现了。Run, quick, girl! 要被抓啦 ！Connor, what's going on? It's here. Call it in. Which way did it go? That way. They're headed for the train station. 我闻到 QTE 的味道了。哇，死定了，死定了 ！Oh my god！冲啊！哦，这个还有距离啊！哇，仿生人跑步了，难道不能跑比一般人类还快吗？乱乱乱 ！They're over there！ 哦，看见了，束手就擒吧！要活捉，而且还有小女孩，你敢射？哇，这怎么办？哦 ，fuck， that's insane！ 我靠，车速超快的！呜呜呜呜呜 ！Oh my god！Holy crap！哦，马普林呢？该吓死人了！ Hey,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let them get away. They won't. They'll never make it to the other side. I can't take that chance. 妈，吓死！ Hey, you get yourself killed. 追上去！ God damn it! 冲啊！冲啊！干的快吓死了！乱乱乱乱！啊！我被撞到了，干我会不会死？啊！挣脱！挣脱！啊！完蛋了！干！他死掉了，干那个来不及呀、啊！向右移，哎呀，这样子，这样我们康纳是不是死了、啊？哈哈哈哈哈！哎，康纳死掉了，就这样一个没按到康纳去了。干三小，我可以重玩吗？
啊，受不了。干康纳死了，哎，你们觉得要不要重来？你等一下，你看还会看到还会笑，真假的？算了，不管了。康纳会复活，我少了一个支线呢。好不？Several sources report that CyberLife has provided Detroit police with a prototype detective android. Although police assistant androids have existed for several years now. 好，换我了，马库斯。看，真的很难呢、欸。我没差啦，算了，一周目嘛。现在重温来了，现在重温来得及吗？现在重温哪来得及啊？已经存下去了不是吗？对啊。这个已经没救了吧？从这边开始重新读档了呢？对啊，算了吧。哎呀，这什么符号？虾米鬼？老头，你会玩二周目吗？我没有钱欸，命一条，你要吗？他们现在都把我当人了。二周目不确定欸，仿生人逃亡。因为毕竟这个游戏必须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对啊。这个要二周目的话，真的是需要那种怎么讲接力赛哦，马拉松你知道吗？差不多我这样二周目啊。好了，我找到了、啊。而且这个游戏破关之后，应该可以从中间去补吧？应该是说它可以让你跳章节啊，所以说其实也不用刻意重玩吧。反正玩完一轮之后，它后面的章节可以让你挑选，选择你想要进行的。怎么意思？不是啊，那破完一轮，它不是可以从其他章节开始吗？那做不同的选择延伸之后，可以避免他们死亡，不是吗？Do you know where Jericho is? 那不甩我。还有一个在哪里？这里。新的线索，靠，这都难找。跟红色有关系，这个。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刚才的乞丐呢？还在啊，还趴在地上啊。下一个，机器人的头上。如果老头基础时间没有玩到10H，那基本上是提早结局。这还有分提早，还有分游戏提早结局啊！还有提早结局，因为是选择性的支线。不过我觉得这游戏还蛮好打发时间的，我觉得。你们说身体已经暗了啊，这里啦。
被挡住了啦，把他推开，所以会有正常的结局或是提早的结局。这么的酷啊 ！Yeah， 黑妞的侧脸，黑妞的侧脸，我觉得他到的地方一定是所有逃生的仿生人的大本营。我有没有猜错？对不对？我没有猜错吧？是不是仿生人大本营？对不对？因为我记得那个垃圾场的那个仿生人跟我讲说，我好想要去那个地方哦，如果我去那个地方的话就好了。嗯 ，Yeah， 请叫我柯名侦探，一颗篮球。名侦探一颗篮，台语怎么讲？我台语很烂，我不会，你们帮我翻译一下好了。名侦探一颗篮，这干嘛？花椰菜饭好吃吗？还不错，还不错。那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周遭哦。有没有相关的东西？没有，我们上去。仿生人大本营，我来了。摩斯密码。然后呢？我要飞过去了吗？后面还有更不明显的，好，遇见，用右侧摇杆选一条路线，什么叫右侧摇杆选一条路线？靠，选一种是不是？哇，可以先模拟计算啊，好帅啊！我要这一招，哇！小意思，哼哼，帅啊！机器人会自己算那个，算这个什么？做物理的原理有没有？去判定有没有办法跳过去这样子，真好。又是三个，好，你们说之后会非常的不明显是吧？我就来看到底是哪里不明显。还好，这个找到了。阿萨辛的总部，哦，又要开始阿萨辛了。用哪一个比较好？嗯，他只有一种选择哦。看哪一个感觉比较帅啊？这个是跳箱子，这个感觉蛮屌的欸。我操！呵呵，哇，这个。行，有没有飞檐走壁的招式啊？哦，这是怎么用的？哦哟，可以可以可以，故意要这么的炫炮就对了。这些机器人在做这些计算的时候，应该是零失误哦。机器人会零失误吗？应该是不会吧。
他们计算过后，我觉得应该都百分之百。我觉得啦，一定是百分之百的，不会那种计算过后跳出去有没有？还是会受伤啊、跌倒之类的，不会，没有这回事。啊，我懂了，这样子。结束。坑爹啊！你是不是坑爹啊？有人说，如果把这衣服后面的帽子，哦，后面变成帽子，就像吃个教条仿生人了。其实呢，我跟你讲，他现在穿这套衣服，你戴一个平常的你戴一个黑色的帽子在头上，像是棒球帽的那种帽子，有没有像看门狗二？哈哈哈哈。Watchdog， 很不明显啊，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要用角度去看啊。Watchdog 2， 原来是 Watchdog 啊，我还以为是变人了。抵达船只，美丽新世界吗？啊，干你老师欸，他妈的！干，吓死了！吓到我的蓝色黏液都喷出来了。老头掠过一个，掠过什么东西？不管啦、啊，我把我自己变不见了。不可否认啊，这个画面真的是蛮漂亮的啊，高画质，好美哦，夕阳无限好。现在怎样？这个彩蛋是战神吗？欸，没有声音是这样。这个彩蛋是战神吗？众神已经遗弃了我，份额要下有没有？然后之后雅典娜把你救了起来，就说你的时候还没到呢，旧的战神陨落了，你将迎接他的这个位置。啊！为我们雅典娜，哎，为我们希腊效命。信仰之药，可惜它是药在水里啊，不是药在那什么猫草堆里头。这是手电筒吗？是哎、欸。哼，还要左右摇。看这鸟毛哎，这种小动作也要我这边做附件哦。哎、欸、啊，暴雨杀机跟这个暴雨杀机这游戏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他之前上个月吧 ，PS4 Plus 有免费暴雨杀机下载，我已经下载下来了，我找时间自己玩一下好了。暴雨杀机不是啊。卡住了，为什么我突然觉得这画面有点像《恶灵古堡八》？哎，我们玩的是不是《恶灵古堡八》啊？啊，这是不是《恶灵古堡六代》里面的雪莉那一组的那个是谁？威斯卡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皮什么？皮诺丘、哦。《恶灵古堡六》不是有分三组人马吗？
第三组是那个雪莉配上那个皮尔斯，欸，不是皮尔斯，是皮尔斯是克里斯那边的杰克，对对对对对，原来是恶灵古堡八哦，恶灵古堡八有了没有啊？我只觉得这个很像恶灵古堡八会有的画面，你不觉得吗？然后现在我们这个主人公就是我们的杰克啊，他带着他老爸的血裔来这里拯救他的雪莉。好，其实到八代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然后呢，雪莉被抓去做实验，然后呢，皮尔斯非常的愤怒，要来这边救他的老，救他的女朋友。然后从这里中间得知，原来威斯卡居然没死，哇，又复活啦！啊，又被那个新的雨伞公司救回来了。然后呢，最终大 boss 又是跟威斯卡对抗，然后就是儿子对老爸戏嘛，这样子。你还没准备好 ，boy， 你还没准备好哦。然后九代了之后有没有？九代之后呢，变成威斯卡老爸带着这个杰克两个人到希腊神，到北欧神话锻炼自己有没有？然后威斯卡老了这样子干。订阅你好久了，啊，你好你好，安安，有没有这个剧情你们会接受吗？啊，你们会不会接受这种狗剧情啊？随便掰的，你可以掰这么久，也不简单哎。啊，把那个抽掉就好了，是有什么问题？不能抽掉吗？战神，Boy， you not really， you not really， 啊，干你老师！吓死我了！我要喝一下我的红茶加压惊。干，这游戏为什么会有恐怖成分呢？老人家受不了啊！哦，吓到我冒汗了，欸。这个小女孩会不会是爱丽丝啊？啊 ！You not really？ 别怕，别怕，有老头在，一切都正常，没事没事，不怕不怕，游戏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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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这里，它有两边的门可以打开，是不是？欸，这可以开。我要先开这里的。哦，这边好大一间哦。可是好像不能下去，没有楼梯，这超级像恶灵古堡的啊！哦，有楼梯，我可以回头吗？干不行了。不要再吓我啦，麦克阿尼赫伯。哦，好吵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好痛哦！我告诉你，我老爸是威斯卡，哦，你不要在那边乱来哦！啊，我有那个完美的。完美的 G 病毒，我不怕任何伤害的。欸，我现在发现我眼睛居然是异色，欸，异色瞳，是因为我之前装别人的眼睛，是不是？ Welcome to Jericho. 欢迎来到大本营。Yeah， 终于到了。
我的天哪、啊！光是这样子就搞这么久。欢迎来到，你通过了考验，你可以成为刺客教条。There you go. Yeah, thanks. Hank. 咦、yeah. How you doing? 丹尼尔，我不知道哎、欸，有点像丹尼尔。Usual. Yeah. 我怎么突然顿了一下？我跟汉克总是处得不好，一直都是中立状态。这个家伙实在是太难攻略了。我都没有办法让他得到信任呢，不知道为什么，跟女人一样难以捉摸。你是不是女人啊 ？What the fuck? Sorry, Lieutenant. It took me a while to find you. 等一下。You need to come back like this every time you get killed. My predecessor was unfortunately destroyed. 我的前任不幸报废了。Transferred its memory and sent me to replace it. This incident should not affect the investigation.Not affect the investigation. I just saw you get hit by a truck. Now you come back like nothing happened. A machine. 康纳二点零 And another machine was sent to replace it. I don't understand what's bothering. Okay, fuck you. 汉克表示非常的不悦 Fuck you. 好不容易摆脱了这家伙，妈的，我又出现了。I just got a report of a suspected deviant. It's a few blocks away. You should go have a look. I'll let you finish your meal. I'll be in the car if you need me. 我觉得啊，这时候汉克应该要有心理阴影，然后直接冲过去给车撞算了吧，自杀了。Out of batteries or what? I'm sorry. I was making a report to CyberLife. Well, do you plan on staying in the elevator? No, I'm coming. 审问嫌犯。What do we know about this guy? 又是一个新的审问。Not much. Just that a neighbor reported that he heard strange noises coming from this floor. Nobody's supposed to be living here, but the neighbor said he saw a man hiding an LED under his cap. 帽子也是 LED 显示。We have to investigate every time somebody hears a strange noise. We're gonna need more cops.现在是二代康纳，就是跟他一样同个畸形，只是把记忆转到他的脑袋上面而已。转那个记忆啊，你就把他想成换身体，但是记忆是一模一样的就对了。我想去附近走一走、欸，哎，老子不干了，坐电梯回去了，有没有？他这个游戏大部分时间都不能跑，就觉得如果要玩二周目，其实会有点没耐心吧。我觉得，然后就汉克 2.0 了，对啊，就说你以为只有你会吗？然后之后汉克就冲出去自杀，有没有？然后大概过个一两个小时，汉克 2.0 出现，然后就骂他 fuck， 哈哈，好恐怖哦。这游戏不是很正经八百吗？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太诡异了吧！Anybody home？ 没有。查水表。Open up, Detroit Police！ 不要。哦，有人真的在里面。Got it。应该只有康纳可以这样，没有错，因为他是目前仿生人最高阶的，而且好像是有幕后的人在操作他这样子，所以说就算他挂了，幕后的人还会让他就是想尽办法让他再度出现，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了，就是那个幕后的那个女黑人有没有？哦 ，What the fuck is this？ 为什么会这么多鸽子啊？这鸽子是怎样？
哇，养鸽人。Well, looks like we came for nothing. Our man's gone. 哇，哇，哇，这是要烧我的，烧我的 PS4 主机是不是？哇靠，养这么多只。啊，那个一定很臭啊！鸽屎，你看都没在清理，地下一堆白白的，夸张。冰箱。嫌犯不需要进食。我们来烤一个。鸽子，我们来烤一个那个好了，鸽子佐白起司酱好不好？你们会不会想吃？滚！野生动物，军用外套，缩写 RT。RT. RT. Probably initials. He put his initials in his jacket? That's something your mom does when you're in first grade. Oh. 伪造的。Driver's license is fake. 驾照伪造出来。我觉得事情的真相一定会发现越来越多仿生人混入人类当中。等到我们真正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Jesus， I hate these things。God， Jesus。Any idea what it means？ RA9 2,471 times。It's the same sign Ortiz's android wrote on the shower wall。Why are they obsessed with this sign？Looks like mazes or something. 两千多次哎、欸，强迫性写书写，仿生驾照，只有康纳可以死而复生，其他人无法，因为康纳是金汤匙出生的人，特别待遇。哎、欸，被发现了哦 ！LED 显示停用了。Its LED is in the sink. Not surprised it was an android. No human could live with all these fucking visions. 假赛！哦，不是吃他的血，我喂他吃鸽子屎。然后吃屎吃的那么开心啊！吃屎吃的好开心啊！还原一下现场。等一下，什么？刚刚才弄倒鸟粪便的痕迹，是谁弄倒的嘞？我来看看。不是这个啊，另外一个标记在哪里？为什么我要不到？哦，啊，对啊，这个标过啦、啊。这个标哪里啊？哎、欸，老头弄倒的哪是我？不是我啊！有，在这里。马克笔，还原一下。还有马克笔在写，嫌犯刚还在这里，跌倒。好哦，他本来正在写啊，为什么突然跌倒了呢？
骨质疏松了吗？为什么啊？他是不是察觉到我们来了，所以说怒跑一波？你们在那 dancer 有没有？顿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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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欸。Birdseed. I can't believe it. This nut job was actually feeding these fuckers. 噪音来源，他一定是躲在里面啊，我猜啊。UFD 是怎样？都市的农地，哦，农地海报。B boy， 海报的一角，好，看到缝隙了，把它撕下来，伪装。一本小册子，哇哇哦，这个是什么？麦田圈，麦田圈之谜，好酷哦！ Found something? I don't know. It looks like a notebook, but it's indecipherable. 踩到歌便跌倒，剩下这个鸟笼了。这个可以，应该可以做连结吧？就是他从里面冲出来，撞到这个鸟笼，100%不锈钢，不锈钢刚刚弄坏的。还给你算多少公分哦，那么厉害。这么细，那来算一下我的多少公分？不是啊，没事。对，他撞的，然后他开门了，哇，还跌倒。哪里？哦，爬上去，找到嫌犯了。我觉得要 QTE 了哦。哦 ！God damn fucking pigeons！ 哦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Chase it！冲啊！我要变 3.0 啦！呀！失败就是 3.0。看，完全不知道在干嘛。很快带有危险，还可以选择你要跑的路哦。啊！人呢？我干！哇！那挖去 dog 吧，这家伙！挖去 dog， 别跑！挖去 dog， 别跑！哦，帅帅帅帅帅！哦哦哦哦哦！哎呀呀呀！妈呀妈呀妈！买买买买！
冲啦！ Holy shit！ 失败变 3.0， 我不会再失败了。2.0 有强化过， 2.0 有强化过。我不知道在哪里欸，他在下面吧。根本就跑酷啊，我靠，我看不见啦。抓到抓到，超屌。 Oh no， 完了，救他救他救他，我不管，我先救人。My fault. I should have been faster. 哇，失败了。You'd have caught it if it weren't for me. 友好，耶，攻略大成功。That's all right. We know what it looks like. We'll find it. 我没有办法不选择救他啊，说真的， hey, 一个直觉。Nothing. 他想跟他道谢啊，但是啊。说在心里说不出来，他说爱上我了。哎，青玉，好久不见啦！我选择拯救汉克。哎，如果不救，是汉克就摔死了，有可能哦。噔噔噔，差一点就有 3.0 了，